来，我今儿我给你做个好吃的啊。我啥好吃？给你做个。做啥？西红柿，炒炒豇豆。那这豆角好不好？啥西豆？咱这都不认识。这炒豆角啊。嗯。叫你炒掉我的大厨的手艺。你行不行？我负责去。这是番茄，这不是西红柿。你试试。我不要亲自来。慢点慢点，温柔点不行吗？你都给酿的磨磨唧唧了，等饭做好我都饿死了。这都倒一天不都完事了吧？手摘的吃着好吃，不知道。我没你那闲工夫跟他一点一点也去磨磨唧唧，我还得看饭呢。这好饭不好饭你不知道，越是好饭的越是得费点费点浪。行，那你给我饭看好，给你忙吧。你要把孩儿我看好，我不是都可以啊？我得洗衣服，我有点好。你我，你那些，家事都你弄弄，你弄弄。